总行又在青龙山开一家支行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这个是方案。哎呦，总行想搞新的支行，听我什么意见啊？那非要让我说，那去青龙山跟谁西出啊？猴子吗？那我小时候去那边玩，那满山遍野全是猴。那你现在啊，真的应该再去看看。 那个地方呢，有两个煤矿，街道的商铺建设速度非常快，现在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居民区了。总行觉得用1年到2年的时间，开拓一下青龙山的市场，我觉得你会成为一方诸侯的。那这算是正式任命？关起门来说啊，你跟郝伟搞不到一块去。 对龙岩行以后的发展没什么好处。听我一句劝，你还年轻，没必要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人事的内耗上。觉得呢？我觉得不好。首先，我没有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人事内耗上。我和任何一个人有矛盾，那都是业务上的。我认定有风险，他们不这么觉得，一再的阻挠我，仅此而已。 到现在，我依然认为我是对的，这些风险随时会爆炸。我跟总行说了呀，可你们的态度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啊，这我不能理解啊。嗯，爱问问题是个好习惯，但是很多行业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是吧？最主要的是，我们不能让问题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。 并且你也知道，解决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。你说呢？哎呀，这领导就是领导啊，我这辈子都达不到像您这样的高度。我最近一段时间还跟大学校方合作宣传理财助学贷，我是真的觉得这些项目能够帮助学生呀，用这些钱通过合法的方式，通过社会资源生出更多的钱。 这是我喜欢这个行业的原因啊。再说了，这些孩子们就不会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贷款啊，什么裸贷、小微贷，再被这些小混混所纠缠呀。就这么简单。那这个任命我要是不接受的话，会有什么后果？你这是疑问句还是肯定句啊？ 我是应该假设你接受，还是假设你不接受呢？嗯，我不清楚你的问题，我怎么回答你？啊，哎呀，怎么了？ 借，你们干嘛？啊？我们就跟祝航说句话，马上就走。嗯，说。祝航，自从林强来到龙源支行之后，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了，在这个行当本来就不应该单打独斗。 我们愿意跟林强一起工作，一起配合。要是因为个别人造谣、嫉妒，走关系下黑手，把他调离的话，那我们跟他一起走。或者说，我们集体辞职也行。我们是联众银行的一份子吧？可以提出这样的诉求吧，朱航？啊，造谣、嫉妒。 下黑手，还有一个什么来着？走关系。哦哦，走关系。说这些话是要有证据的。至于说到调离啊，这个只有总行的人事部门才有这个权利。我可没有。还有辞职，你们需要提前一个月写好辞职报告，然后等总行的人下来确认你们的工作无误之后，做好交接，你们就可以离开了。 这是你们的自由。
造反了，都造反了。真的，领导，您赶紧回来吧。啊，这钉子要是不拔，我这日子都没法过了。哎，响了，响了，响了，您听，滴滴滴滴，听见没有？你赶紧回来吧。你看，简直是，董皇让我过来给你吹吹风，我倒好，哼，把一个支行的工作给吹乱了。好，责任在我，好吧？你们大家给我一个面子，啊，毕竟总行人事的任命还没有下来嘛。嗯，啊是啊，那行了，该干嘛干嘛去，走吧。先别走，话没说完那就走。你们刚才说过的话，到底算不算数？别到时候总行问起辞职的事情来，你们又不认账。嗯，朱航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们要让总行相信，今天的事情是自发的，并不是林强事先策划好的，明白吗？给你们三天考虑的时间，考虑好了之后，给我一个答复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林强，你的这些娘子军厉害呀！哎呀，他们都年轻，不懂事儿，别替他们打马虎眼。周航辛苦了。慢走啊，朱航！哎，领导，朱航走了。那我没听见，我刚才给您打电话呢。那行，我慢慢打听。领导，他们现在防我跟防贼似的，但是您放心啊，这些困难我都能克服。领导，为了你嘛，这些都是。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没有？开会了啊，咱们说说今天往大学里面送宣传册的事儿。这么认真呢？以前郝伟开会没见你这么记呀。嗯，这两天净看他记了。我不能记吗？我是不是这个单位的领导？你是，你最厉害，行吧？行了，吵什么吵啊？你直接拿手机录音不是更方便吗？是，你们今天做出这样的行为，作为个人我很感动，可作为银行的领导，我很担心。我相信驻行也是这么想的。我们既然在银行就职，就要遵守银行的纪律和规定。因为我的人事问题让你们都离职，那咱们还是团队吗？不成了梁山好汉了吗？我是不是要为你们所有人负责？这个责我能负得起吗？当然，你们要是愿意，我同时为这么多女孩负责也行啊，反正我不吃亏。要是郑帅还行。我刚进联众那会儿，我啥都不懂。那会儿是钱财行长带我，他让我花了一周的时间把银行的纪律还有财务规定牢牢地背了一遍。他那会儿跟我说的话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他说：“你不要嫌麻烦，这的确是个紧箍咒。那银行是什么地方？每天都会见到大量的现金，所有人把自己的血汗钱凭什么放在我们这儿啊？是信用啊。那信用怎么维护？不就是靠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吗？那这个紧箍咒不戴可以吗？说实话，我到现在依然非常感谢他，所以。”对于你们今天的好意，我不能接受。好了，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，怎么在大学里更好的推广理财？我有话说啊，你要是辞职，我立马批。我不辞职，我好不容易进来的。我先说个事儿啊，
认识他这么久，几乎就没怎么见过他发火。我刚才让他指鼻子骂了半天。要说说重点，重点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至少目前，总行还没有发调令给你吧？银行内部关于职位升迁方面有个规定，在支行里的工作人员，如果一个月之内能完成吸纳5亿的存款，在原职位上晋升一级，即刻生效。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个规定啊？你们看一下总行制定的业务人员绩效奖惩标准第16款第一条。在哪儿啊？18页。真的假的？当然真的了。不过这条规定从定出来之后就没有人做到过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，这上面不是写了吗？在原职位上晋升一级，那我们就不用管他的调令了。哼，你哼啥呀？我呢，作为一名，不管你们认不认可吧啊，作为一名老领导，我非常有必要说一句啊，我们龙源支行从成立到现在，每个月吸纳的存款额没过过1亿，就更别说5亿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只能呵呵。没错，他们也不可能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顶多就1周吧。1周弄5亿回来？5亿嘛，小目标。太多了。潇潇是这么说的，郝伟啊顶着个蒜茄子脑袋，后面跟着个大冤种张家明，除了会欺负我们什么能耐也没有。我给你解释一下啊，这个蒜茄子呀，就是茄子蒸熟了以后，中间切了一刀，然后放点蒜末，撒点盐，看上去就是又便宜又不好吃的样子。在这里，他主要是想形容您的智商不高，然后还少。你说多恶毒！还有这个林小枣，平时看上去很乖的，也跟着林强学坏了。他讽刺我吃狗粮，领导您是知道的呀，您家的狗如果吃错了狗粮拉肚子，那会影响您工作的呀。我这也是为了工作着想。哎呀，还有很多更恶毒的话，我就不跟您说了。像什么郝伟是条狗啊，张江明是条蛆啊。你说这过瘾是吧？啊？不，领导，我是一时气愤的，我接着跟您汇报啊。林强和郑帅吃完饭就回房间了，再也没出来，也没去打牌。我估计啊，是在密谋。密谋什么？我趴在门上听了半天，一句话也没听到。但是您放心，我会一直跟踪调查的。领导，刚才电话断了，您可能有急事儿，但是有一个重要情况我要跟您汇报一下，是关于5亿的事儿。行，好嘞，我知道了。你有没有完？好，拜拜啊，拜拜舅舅。急什么呀？我给我舅舅打电话。调动工作啊？不是啊，我是想问问他们能不能把企业的流动资金存过来。你能有这么大本事，你不早使？我早使干嘛呀？我把奖金分张家明，我有病啊。那能不能行啊？有多少？没多少，几十万吧。这么点儿？那没办法呀，隔着2个区呢。那要不你去搞？那你把你舅电话给我，我安排他一下。我要有这关系，我至于受郝伟张家明的气吗？不是，大姐，我舅60多岁了，你打算怎么安排他？社会上的事儿少打听，说说少打听。我下午也打了几个电话，也没多少钱。那咱把林强、郑帅叫过来商量商量吧。行啊，算了吧，他们压力也大着呢，估计在想办法。咱们别添乱了。那咱们商量商量。
过来。这个事儿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，一周五个亿要是完不成的话，等他们俩一走，那郝伟、张佳明不得欺负死咱啊？嗯，我之前得骂了他们七八十句，张佳明全记下来了。你们骂了多少句？我还记这个呀？嗯，十几二十句。我只说了五句。一句。一句啥？啊，我不说了。说呀。张佳明是吃狗粮长大的。为啥？他不是要给郝伟行长家的小狗买狗粮吗？每次都害怕买错了，得亲自尝一尝。哇，真假的？我知道，因为我之前我也看见过。就是，他就揣在上衣的口袋里，一会儿拿出来吃一颗，一会儿又拿出来吃一颗。这个牌子的狗粮很容易买到假的，我养过小狗，我知道。哇塞，怪不得他那么胖，天天上班吃零食啊！说他老揣兜干啥呢？啥都吃，不挑食人的。砍砍！哎，对对对对，往死了砍！输出输出，一块激活！快快快快！围住了砍！哎呀，围住了！好，好！过了，过了，爆大铁了！哇，爽！今天晚上五羊城大狂欢，要是天天能这么玩就好了。你还以为你上大学呢？啊，那会儿光着膀子往那儿一坐就是一个星期，也不用吃饭，旁边搁俩西瓜就行。哎，现在不行了，老了。哎，你说你是不是神经病？你答应那五个亿怎么办？不说好今天不提这事儿吗？我刚打副本分的几百万铜钱，我都想存咱们银行里。我这号上还有好几千万呢，凑一凑齐活了。说真的，我能帮你弄点儿，但是一周弄五个亿，有点难吧？那搞不到就走人呗，那怎么着？他们还能把我杀了？要不你再找找夏新呢，总行的办法毕竟多一点。那我离开夏新就活不了了。那再说了，人凭什么帮你啊？啊，那不得看你有没有能力，值不值得帮吗？那我往那一场说，哎，你来帮我吧，帮我吧，那凭什么呀？再说了，那孙悟空怎么做到齐天大圣的？那不是靠打出来的吗？行，人家孙悟空还有花果山可回，我看你往哪回。我回你老家高老庄。你滚！吃你的面。来来来来，同学们，大家让一让，就让那同学慢慢捡啊。存储，助学贷啊，助学贷，我觉得啊，你们了解过助学贷的标准吗？符合申请条件吗？对不对？办这个理财项目的同学，咱们排个队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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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那个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我们慢慢来，一个一个来，好不好？佳明，吃药呢。用你管，吃你饭得了。别一不小心吃错药了。降压的。哦，血压这么高啊？是得降压。行了，别笑了，再笑我记你们。怕了怕了。嗯。我没吃错药。新鲜的，新鲜新鲜新鲜，看看我这一摊子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！啊，您给我介绍项目能没意思吗？你住海边，你没到这儿来过呀？呀，还真没来过，主要是我也不进货呀。一会儿啊，我领你到市场转转。啊，行行啊行。每天早晨这儿忙啊，可忙了、啊。等船一靠码头那会儿来取货的，哎呀，那人多的。哎，老傅来了。啊，过来了。你在这边随便看啊。啊，我看看你，看看这带鱼。啊，你看，什么？带鱼。啊。哎呀。来，进来看看。哎。
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我不喝酒，不喝酒了。马上来啊！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您喝，您喝。您喝两杯全您喝，我工作时间不喝酒。真讲究啊！咱在这儿是要等什么人吗？等带鱼啊。行，行。带鱼来喽。慢用啊。嗯，好。哎，吃吧，尝尝。嗯，怎么样？新鲜。那您再没别的话要说了吗？先吃，吃完再说。啊，肯定是最好的贷款机会。行，行行行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傅老板呀，您是让我来陪您视察市场的是吗？怎么着，陪陪我还不行啊？做业务的人，你这点耐心都没有。我有耐心，我您还不了解吗？不过你这都半天了，也没说半点有关业务的事儿。你光让我一个劲儿吃鱼吃鱼，那我又不是猫变的，对吧？走这一路，你对待遇有什么发现没有？我就知道您要问我。价格有差异啊，19、22、25，分三档，啊，但这个带鱼也不算什么稀有物种啊，但每年的销量的确挺高。哎，啊，嗯，哎，尝尝。又吃啊？刚才是煎的，这是清蒸的，尝尝这家的。行，那您要答应我。在我吃完之前，您要把项目告诉我，可以吧？边吃边说，雨墨。我呀，投资了几家远洋海捕公司，在东海产鱼区，以这个带鱼为主。这个带鱼呀，白天的时候它大概在海水的中层60米左右，晚上呢，它会降到100米深。冬至的时候吧，这水温它比较低，哎，这个带鱼呢，就会跑到比较深的海沟里边去了。嗯，我也考察了几家远洋渔业公司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带鱼上钩。嗯，就是深海鱼啊，它一出水，骤然失压，它那鱼鳔啪就爆掉了。现在呀，它是有两种方案，一种呢，拖到港口马上处理，另一种呢是在你鱼舱里放大的冰块来保鲜。你觉得银行他会不会对远洋渔业公司贷款这事儿感兴趣啊？远洋渔业公司啊，能贷多少款？1000？1500？这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啊！就算我给他多放一点，1亿、2亿，他拿什么做抵押？拿渔船吗？有多少船能抵到这个价值？再说了，他这产量是固定的呀，公海上的渔获量你不可能做到大规模的产量翻倍，那国家海洋部门也不允许啊。咱退1万步讲，产量上来了。啊，多了很多很多，那市场价不就得降下去吗？是，这不能算是个成长型企业。倒是有一个办法啊，您要是把每年渔获的一部分股份抵给我，那就可以。你这不是银行啊？啊，你这是当铺。总是强调着抵押抵押抵押。哎呀，不老呀不老，我们不是慈善机构啊，我得考虑风险。是，遇到自然灾害，渔船回不来怎么办？咱换位思考一下，我去行里开大会，我提出这个项目，我领导要是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该怎么打？那这事儿不能做。能做不能做？您刚才还说这个有两种方法，什么拖回来处理？我认为您这
话没说完。那今天来是办什么业务？明知故问，当然是给你送钱来了。哎呦，您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来来来，请。那我这也无以为报，就给您免费做私人理财顾问，随叫随到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别反悔啊。您就放心吧。来来，请。哎，那陈总今天是要存300吧？太够意思了，您这太够意思了。林副行长在这儿吗？哎，那您先忙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喊我。好嘞。哎呀，小林，哎呦，王姐，你这个地方也太难找了。要不是你找我来存钱，姐真不想来。哎呀，怎么跑这儿来当行长了？这真是一言难尽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哎呀，咱俩什么关系嘛？这么多年熟人了。是。哎，潇，你负责陪姐办一下业务。这个办完之后，咱们那个大礼包给送2份。3份，还有大礼包呢。有。行，你忙吧。哎，行。阿姨，我给你看这个。我跟你说，那小子还是有点人脉的，这一上午4个多小时吸了几百万回来。领导，这个事儿可不能让他弄成了呀，这原地升一级，你说我怎么办呀？关键是领导您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您赶紧回来吧，别装病。哎，是您有病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您真病了，我祝您早日康复。就现在这个局面，我驾驭起来他有点吃力。您是没看见啊，这一上午柜台上那几个小丫头片子跟打了鸡血似的，那业务办的都是咔咔，你送谁去平牢门那都能平上。您说您在的时候他们什么时候这样过？是不是？我觉得您现在，您现在就过来吧，曹老板，我在银行等你。啊，我没啥，那个姓郑的人看着我。咱们先核算一下啊，谁业务量最低，谁请大家喝咖啡，行不行？你不是喝咖啡睡不着觉吗？嗯，降压，逛。哦，你得降一降啊。那佳明，你坐下一块吃啊，你干嘛去？可能是那啥吃饱了吧。停啊。那咱们业务好是所有人的功劳，那佳明今天也没掉链子，以后少说这样的话啊。这个阳光理财的效果还不错，继续安排人去做宣传。还有这个大学生零用钱理财这一块，我觉得是个资源，要是能把附近大学城吸引过来1/4，那可就不得了了。那为什么不能全吸过来？可以啊，你去呗。那大学附近那么多银行，那都是摆设啊。孩子们取了钱存到咱们这儿，不出3-5天，那些银行也会出台相对应的理财啊。哦，那甚至可能比咱们还要优惠。现在竞争这么激烈，一口鲜，能吃个3-4天不错了。哦，对了，宣传理财那个晚会报到总行了。嗯，总行那边说没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这个东西，要咱们自己搞。那咱们联系校方，找大学里的学生会啊。用咱们这个主题，让他们帮咱出一个晚会，啊，在大学里边都演一遍。你们要带好设备啊，做好现场办公的准备。行，你抓紧了啊，不出2-3天得把这事弄好。夏总来了，快点！来人了！录取地了。哎，夏总。哎呦，这大老远的，有啥事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。哎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这是我们家老林，这是林强。哎呦，林处长，总听说您这总算是见到了。你好。哎，这是郑帅。哎，林处长，你好。你好。乐乐的事儿麻烦你了。哎呀，不麻烦。一直想找个机会来感谢你，但是一直也没找着这个合适的机会，干脆今天就一起来了。啊，给你们带了点儿吃的，待会儿你们分一分。哎呦，您这太客气了，一点心意，一点心意。我听说你们行搞了一个大学生零花钱理财啊，对，哎，这是个好事儿啊。就是我有一点疑问，零花钱，他们总是要花的，那这个理财几乎是很难产生什么收益的，是不是有点形式主义啊？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那您要是多给乐乐存点钱，那这收益不就上来了？那我这业绩也就上来了呀。但最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让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培养自己的理财技能，这会让他们受益终身啊。你这个下属有点意思。别站着了，来，坐。好，坐。好。
把这个给大家。好，放心放心。这你们也难得过来一趟，我买了些土特产，给你们带回去。谢谢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现在工作还顺利吧？还行啊，怎么了？嗯，有的时候呢，不能太操之过急了，先把成绩做出来更重要。是。有时在事实还不清楚的时候，就会有七七八八的疑问。不过总行还是很信任你的，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。嗯。哎。如果你还想调回总行，就告诉我，我会帮你想办法。嗯。哎。朱航，哎，朱航，朱航，朱航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曾百川，咱们分行审计部的总经理，曾总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曾总，你好。恭喜你啊，中奖了！啊，总行从今天开始进行年度合规抽检，随机抽查各营业网点的业务往来，包括资金进出是否合规合法，柜台服务方面是否规范，清除所有的潜在风险。第一个抽到就是龙源支行。啊，来，请多多配合啊！哎，那个进。就是，哎，这边，曾总，我是行长助理张家明，您这边请。来来来，大家欢迎一下分行的领导来检查工作啊！来，那个各位就在这儿办公。好的，谢谢。这几天不在，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我会全力配合的，肯定有问题，得查，不查怎么知道问题在哪儿？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你这一周5亿的业务呢，我可不敢轻易的打。不，主，我就不进去了。不，那，这，我来龙源行业没多久啊，之前有很多业务我都不清楚啊。是不是把郝伟行长请回来了？啊，我是可以配合，但我就是担心有很多事儿我讲不清楚啊。你们那个郝伟行长不是请病假的吗？你现在就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，对吧？你应该学会把担子挑起来，不管总行派下什么样的任务，你都要积极的配合。我配合他们，谁配合我完成那5亿的任务呀？我知道你急，但是曾百川那是总行里派下来的人。你必须要配合人家工作，哪怕你是态度不够端正，总行也会处罚你。哎，走吧。我可以做吗？哦，当然当然。哎，谢谢啊。林副行长，哎，您看一下这笔钱。哎，这个时间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这个是客户停止还款，延期2个月之后又开始继续还款。贷款倒是按时交上了，但滞纳金为什么晚了一天？这是2年前的事儿了呀，那会儿我还没有来龙源呢。
您看啊，这两笔的打款时间只隔了一天，那有没有可能是客户的账户他有限额呀？那最终这个数字是没问题的呀，只晚了一天没有去报征信也不算什么大问题，对吧？啊，您可以跟郝伟行长打个电话，问一下当时是谁在负责这笔业务，找这个负责人问一下，不就清楚了吗？好，李伟行长，来，这笔费用你看一下啊。客户给银行开的票据有问题。林副行长啊，先别着急，排队。哎哎，这个是代发的单位工资啊，也是去年的事儿。增加新的工作人员，应该是按照他们原单位提供的单据来做的，这个和原始单据做一个对比就可以。我能不知道对比原始单据吗？啊，我是说，这上面的扣缴税款和五险这一块儿，有没有单独做表？哦，这应该做了，您跟郝伟行长确认一下就可以。总行是要求你配合，不是他。啊，麻烦你把这个表调出来，我要看一眼。程序上规定啊，代扣代缴是需要单独做单的，银行规范上写的很清楚。哎，我用一下电脑。啊，来。喂，哎呦，您可千万别跟我客气啊！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咱们那个律师行的业务能不能放到龙源行来做？那我办事儿，那您肯定是放心的。我就想着咱们能不能尽快见一面啊，或者是我去拜访您也可以。林副行长，哎，您稍等一下，这是我刚调的近日柜台上的监控啊。您看咱们这个柜员是不是拿着客户的手机在操作？这是违反我行规定的，总行明令禁止代客操作。这是个老人啊，哎，麻烦你啊，先把单子调出来，我要看一眼。哎，哎喂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手头上有些急事儿，我忙完之后立马给您回电话。哎哎哎，抱歉抱歉抱歉，嗯嗯。出示一下您的证件，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呢？存款业务。好的，请出示您的身份证件，是定期还是活期？存款多少元？来来，请喝水吧，请喝水，请喝水。谢谢。我们行的工资情况有点特殊，之前跟总行报过一次，而且查前面的事儿没什么用处。我们郝行长说，主要是查那个新来的。要是只查新来的，那下午就查完了，晚上都能回家吃饭。知道来的时候，曾总要求我们查多久？查多久啊？一周。哎呀，还是曾总想的周到。招待费不是很正常吗？正常，但是总行的最新规定，接待费，尤其是请客户吃饭，必须要写清楚几个人都有谁，而且原始票据需要注明才能允许报销。您这原始发票也没注明，电脑账目也不录入，这不合规啊！啊，首先是这样啊，这个票据是两年前的，这个饭局上都有谁，我是一概不知啊，我连一口汤都没喝。那其次呢，这个规定是总行今年才下的，你凭什么今天下了一个规定，就要往回倒追两年，把人拉过来枪毙了呀？那天底下也没这样的道理啊！但是这规定它就是规定，它一旦制定了，需要往回倒追几年，它就得倒追几年。您得端正你的态度，林行长。我什么态度啊？您看一下这个，这是年初银行对于接待费发票报销的原则。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了，向前三年内的发票都需要补充说明。我连昨天晚上吃了什么饭都记不住，你要我对三年前跟谁吃个饭做说明？啊，这规定合理吗？这是总行的规定，您要是觉得不合理，您可以跟总行去抗议。但是我在这儿提醒您，在总行没有做修改的情况下，
您就必须得承担这个不合规的处分决定。我怎么承担？我都不知情，我怎么承担？你能说句人话吗？那郝伟没电话呀，你不会打电话问啊？你跟总行喊去。行了，行了。有问题啊，先记下来，吵吵起来像什么话？小石，你先去忙。是的，总总。林副行长，劝你一句啊，你要端正你的工作态度，大家都是为了公事。哎，是，啊，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公事，我刚才的确没有控制好情绪，啊，是我态度不端正。您看这样行吗？我手头上还有好几个项目，我想出去跑一跑，给龙源行吸储。我跑完立马回来，继续配合你们。不行。微笑的欢迎，闭着阳光，隐隐作响，漆黑的双手，军机迷雾，锋利结网，将锁链打破，信念的光里进化，咽下每一场代价，决定着无畏，只身前往黎明，就今天。